我家祖上呢也有一些亲人惨死在南京大屠杀的这个事件中，所以说呢，我对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个纪念日有着深刻的这个历史的责任感、责任感，对，使命感，对，使命感。我想也是这个原因把您跟江南我们的今天的晚会总导演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对吗？对，所以说我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以后如果需要我，我还会再来。谢谢您，谢谢，非常感谢武行健老师。